我哋今朝睇历代至上第十六章。我们今天早上看历代至上第十六章。从十三章到十六章咧？从十三章到第十六章系讲约柜嘅，是讲约柜的，并且咧系紧接住系大卫去神将个国位俾咗佢啦，并且紧接着神将国位给了大卫，从扫罗俾咗大卫，从扫罗给了大卫，系神嘅心意，是神的心意。咁喺呢度咧，历代至下至上嘅记载，当大卫得国啦。在历代之上的记载，当大卫得了国，最重要最重要嘅系咩事咧？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事呢？其实系神嘅同在，其实神的同在，神嘅贵啊，是神的贵。所以喺十即系紧接住十二章啦，十三到十六用四章圣经就嚟记载呢件事。在紧接着十二章用从十三到十六章用了四章来记载这件事。约柜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啦。约柜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是，但是他，我们上次都，上个礼，昨天都讲到，他失落了很久了嘛。我们昨天也讲到，他已经失落了很久。他被安放在基列耶林有很久的日子。他被安放在基列耶林有很久的日子。那现在大卫呢，就去将他抬回来。那现在大卫就把他抬回来。是，我哋睇到第十三章，大卫就即系佢系用心去寻求神嘅同在啊！我们看到十三章，大卫是用心去寻求神的同在。佢系一个嘅器皿，他是一个器皿。佢嘅心中要装载神，他的心中要装载神。所以我一路咧，我即系去读大卫同埋扫罗嘅经文咧。当我一路读大卫和扫罗的经文，睇到扫罗咧，佢最后佢面对试探啊！看见扫罗，他最后面对试探。非利士人嚟打佢啦，佢点办呢？非利士人来打他，他怎么办呢？佢就好惊百姓离开佢啦，系咪？他就很害怕百姓离开他，他很怕。咁以撒母耳又叫佢去打啦。那撒母耳叫他去打。又叫即系要去将亚玛力人全部杀晒。要把亚玛力人所有都杀光。但系佢咧唔肯喎。但他不肯。他是不肯杀这个亚甲王，他不想杀那个亚甲王，是，即是他不理神的话，他不理神的话，他的心中爱的是什么呢？他心中爱的是什么呢？是百姓，是百姓，还有牛羊，还有牛羊，就是军力，就是他的军力，就是他的王位，他的王位，而，即所以我自己看到呢，所以我自己看见扫罗原本的心啊，扫罗原本的心是在以色列入边神拣到最好的那一个，神在以色列中选到是最好的那一个。当拣到他的时候，他亦都是很自卑、很谦卑的。当他选到他的时候，他也是很自卑、很谦卑的。他匿埋喺个树后边都不敢出来，他躲在树后面都不敢出来。他觉得自己很卑微、很不配，觉得自己很卑微、很不配。但当他做了王之后呢？但当他做了王之后，他眷恋的是什么呢？他眷恋的是什么呢？我会讲他早期呢，他的心中是有神的。他早期他的心中有神的，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满有神同在，满有神同在，而且是很谦卑，而且是很谦卑的。但是到后期呢？但到后期呢？当面对百姓，面对试探，面对征战，当他面对百姓、面对试探、面对征战，他心中要捉的是什么呢？他心中要抓的是什么呢？不是神，不是神，好像牛羊百姓入了他的心，牛羊百姓进入了他的心，神就从他心中离开，神就从他的心中离开。所以神说扫罗厌弃我，所以神说扫罗厌弃我，我都厌弃他，我也厌弃他，我要将他的国位另外寻找合适的人，我要将他的国位合我心意的人，另外去寻找合我心意的人。而我们看到大卫呢，而我们看见大卫呢，他是一个心中真的去寻求神，他心中真的寻求神。第十三章我讲他用信心去寻求神的同在了。第十三章讲他用信心去寻求神的同在。而他整个呢是即是大卫的人生。那整个大卫的人生，我们再看回，我们再回看，他心中一路都有神，
他心中一路都有神。纵然去到被试探啦，纵然去到是被试探，扫罗要追杀佢啊，众人要追杀他，佢有机会扫罗，佢有机会杀扫罗，佢都唔杀。他有机会要杀扫罗，但是他都不杀。纵然去到一个地步咧，纵然去到一个地步，系佢啲下属起嚟嘅，他的下属起来，特别系喺当他们跟着亚吉王出去打仗，后来又回去了。当跟亚吉王去打仗，后来回来。一回到去，见他们那个地方就被亚玛力人掳掠，所有他们的儿女、牛羊都被亚玛力人掳走的时候，哇，众人起来几乎要杀大卫。他们看见亚玛力人把他们的儿女、牛羊全部都掳走的时候，他们众人起来几乎要杀了大卫。大卫就好惊，大卫就很怕，但他寻求神，但他寻求神，他的心紧紧捉住神，他的心紧紧地抓住神，他即是他一个心中有神的人，他是一个心中有神的人。都后来他就算软弱了，被神惩罚了，后来就算他软弱被神惩罚了，他的心中要捉住的仍然紧紧是神，他心中仍然要紧紧抓住神。所以对大卫来讲，我看到一幅图画，所以对大卫来说，我看见一幅图画，就是他的心，就是他的心，他合神心意嘛，他是合神心意，神知为他合神心意，就他由始至终他的心中都是有神。神称他为合神心，就是他由始至终心中都有神，他迎接了神入他心中，他迎接神到他心中。纵然他有软弱，纵然遇见危难，他都是紧紧捉住神，纵然他有软弱，纵然他遇见危难，但他心中仍然紧紧抓住神。所以神入了他的心，所以神进入他的心，牛羊啊，其他的东西就入不去，牛羊其他的东西就进不去。纵然拔士巴入了去，纵然拔士巴进去了，纵然他杀了乌利亚，纵然他杀了乌利亚，当先知责备他的时候，当先知责备他的时候，他就知道错了，他就知道他错了，神又翻翻他入边，神又回到他里面，惩罚他，惩罚他，他献祭，他献祭。他回到神那里，他回到神那里，神继续在他心中，神继续在他的心中，所以神一直建立他的国位，所以神一直建立他的国位。见到后来列王的时候，看到后来列王的时候，北国很动荡，北国以色列很动荡，以色列很动荡，但是南国犹大是比较 OK 的，但南国犹大是比较 OK 的。纵然去很多的后裔都是行恶离弃神，纵然他很多的后裔都行恶离弃神，神都是信实的纪念大卫，神都是信实的纪念大卫，因为他心中永远有神，因为他心中永远有神。我分享到这里，我自己都很感动，我分享到这里，我自己也很感动。我和师母，我跟师母，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团队，策展团队，策展团队，我们的心中都是永远有神，我们的心中都是永远有神。面对任何攻击，面对任何艰难，面对任何的攻击，面对任何的艰难，我们心中都是有神，我们心中都是有神。不是说我们没有软弱，不是说我们没有软弱，我们都有软弱的，我们都有软弱的，但我们心中都是有神，但我们心中都是有神。我们会悔改，我们会悔改。我看到是大卫是这样的时候，我看见大卫是这样的时候啊，我真的祈祷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生命，我真的祈祷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子的生命，让神来到我们的心中，让神来到我们的心中。今天我们看历代至上第十六章，今天我们看历代至上第十六章，整个历代志是被掳后的时候才写成，整个历代志呢是被掳之后才写成，所以他是对当时被掳后归回的人去讲，所以他是对当时被掳之后归回的人来说的，他要让他们明白到那个真理，他要让他们明白那个真理，其实就明白到我们的心中有神是几咁重要，其实就是要明白我们心中有神是多么的重要，并且今天我们能够归回完全都是神的作为，并且今天我们能够归回完全都是神的作为，我们要继续的相信这一位神，我们要继续的来相信这一位神，而
佢哋能够归回咧，亦都系因为神嘅作为啦。而他们可以归回，也都是全部因着神的作为。系神纪念大卫啊！是神纪念大卫。神纪念佢嘅约。神纪念他的约。神对大卫嘅应许，对亚伯拉罕嘅应许没有落空。神对大卫、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没有落空。我哋啊睇到咧，我们看见第十三章系记载到去即系大卫去寻求神啦。第十三章记载到大卫他去寻求神，跟住我哋睇到第十四章就系、是、哇，一切都唔及约柜咁重要啦。那第十四章就是一切都不如约柜这么重要啊！有神嘅同在咧，重要过一切。有神的同在是重要过一切，甚至重要过国防，重要过家室，甚至重要过国防还有家室。寻日我哋睇第十五章。昨天我们看第十五章，就是约柜到了人为他预备的地方，就是约柜到了人为他预备的地方。其实是神主导的，其实是神主导。神的心呢，神的心就是寻找可以人呢是去预备的居所。神的心就是寻找人为他预备居所。那我们看到呢，神自己的约柜好像会走路一样。我们看见神自己的约柜好像会走路，而人呢亦都要预备啊，而人也要预备。所以我讲到两个嘅主动嘅，所以我讲到两个主动，系神嘅主动，是神的主动。当然神嘅主动行先，当然神的主动在前面，人嘅主动在后，人的主动在后。讲到呢度咧，我就突然之间谂起咧，就其实圣经系神嘅默示。我在讲到这里，我就突然想起，圣经是神的默示。喺呢个默示，佢系默示俾作者啊嘛。他默示给作者。譬如历代志上，佢而家系默示俾写历代志嘅作者。譬如历代志上，他就是默示给写历代志上的作者。所以系神嘅主导嘅。所以是神的主导。但系作者亦都要跟嘅。但作者也要跟。作者亦都有佢嘅主动嘅心思意念。作者他也有主动的心思意念，所以是双方面的主动。所以是双方面的主动。就好像即系约柜都系咁啦，佢即系神要佢去嘅地，神想要去嘅地方，人亦都要预备。就好像约柜这样子，神有他想要他去的地方，但是人也要预备。如果人冇预备好咧，约柜唔会去到嗰度。如果人没有预备好，约柜不会去到那里。现在有一个器皿，就是大卫他起来，他好像摩西一样。现在有个器皿，就是大卫他起来，好像摩西一样。他就爱神的同在，他就去迎接这个约柜。他就爱神的同在，他就去迎接这个约柜。约柜就到了他要到的地方。约柜就到了他要去的地方。今天第十六章就是结束十三到十六章约柜这个段落了。那今天十六章就是结束十三到十六章约柜这个段落。我俾佢标题咧系让神同在回到我们的中心点。我给他题目是让神的同在回到我们的中心点。让神的同在就让约柜啦。让神的同在就让约柜回到我们对我哋嚟讲系我们咧，对当日被掳后归回的百姓来说，就是众以色列人全民了。现在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但对当时被掳归回的人就是全以色列众人。回到我们的生活的中心点，回到我们生活的中心点，回到我们所最我们的思想，甚至我们一切的活动的中心点，回到我们的思想，甚至我们一切活动的中心点，回到我们生命的中心点，回到我们生命的中心点，让神的同在回来我们的中心点，让神的同在回到我们的中心点。这里四十三节圣经，这里有四十三节的圣经，他的我发觉咧，历代志咧好中意用呢一个 concentric 嘅咁样嘅 structure。我发现历代志上很喜欢用 concentric 的这个 structure， 就系咧前后文系对应嘅，就是前后文对应，而系以有一个嘅中心嘅，而有一个中心，所以佢嘅结构咧都系喺呢度咧，我哋分到五段咧就系 A、B、C， 然之后 B 派、A 派。
然后这里就是分成五段，就是 A、B、C， 然后 A 派、B 派，系从佢内容嚟分，是从它的内容来分的。啊，咁我哋就睇落去啦。我们就看下去。咁而系，中间咧，而中间 C 嗰度咧，在 C 那里就系、是。一个嘅诗篇嚟，就是一个诗篇，一首嘅诗歌，是一首的诗歌。呢首嘅诗歌咧，又分三个段落嘅。这个诗歌又分成三个段落。啊，所以 A 同 A 派咧就系祝福嚟。所以 A 还有 A 派就是祝福。B 同 B 派咧就系侍奉。B 同 B 派是侍奉。中 C 咧就系诗歌。C 就是诗歌。所以系祝福、侍奉同埋诗歌。所以是祝福、侍奉、诗歌。啊！從祝福去到向神嘅詩歌嘅敬拜讚美，從祝福到向神詩歌的讚美，從詩歌嘅讚美咧去到祝福，從詩歌的讚美來到祝福，所以夠即係話從祝福咧去到敬拜，從敬拜又去到祝福。意思是從祝福到敬拜，從敬拜再到祝福。咁呢度 A、B、C， 可以分為咧就係、是、祝福、侍奉、敬拜。A、B、C 可以分为祝福、侍奉、敬拜，然之后侍奉再祝福，然后侍奉再祝福，从祝福去到侍奉，有祝福有侍奉，从祝福到侍奉，有祝福有侍奉，然之后有敬拜，然后有敬拜，敬拜入边又分三段，那敬拜里面又分成三段，最重要嗰段咧就系耶和华作王，最重要那一段就是耶和华作王，然之后翻翻嚟。B 咧就系侍奉，然后回到 B 就是侍奉，又再翻 A 派咧就系祝福，然后再回到 A 派就是祝福。呢个系一个好美丽嘅架构嚟，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架构。咁而佢嘅重点咧，而它的重点就系让神嘅同在翻翻到我哋中间，就是让神的同在回到我们中间。第一段咧，我哋系讲啊，俾全民全会众嘅祝福。第一段是讲给全会众的祝福。当约伯回到百姓全部百姓全以色列的中心的时候，当约伯回到全以色列会众百姓的中间的时候，全以色列就会得着祝福，全以色列就会得着祝福。第一节，众人将神的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当我睇呢一节圣经嘅时候，我觉得有啲特别。当我看这节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特别。众人将神的柜请进去，即系个图画系点咧？众人将神的柜请进去，这个图画是怎么样的呢？请咁啊，约柜自己行入去。请，然后约柜自己走进去吗？点样请佢入去咧？怎么样请他进去呢？然之后又安放喺大卫所搭嘅帐幕入边。然后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系，原文咧系 they brought。They carry， 原文是 they brought， they carry， 即系佢哋将约柜，佢哋带啊 ，they carried 啊 the ark of God， 就系将约柜去即系带进去啦，就是把神的约柜带进去，嗯，然之后咧 ，and set it in the center of the tent， 然后放在帐幕的中间，吓呢个 tent 就系大卫所建造嘅。这个帐幕就是大卫所建造的。这个不是摩西会幕，这个是大卫的帐幕。这不是摩西会的会幕，是大卫所建造的会幕。他将大卫的，大卫起了个帐幕了。大卫建好了一个帐幕。然后呢，就是祭司将于，这里呢，原文呢，又没有说是祭司，但我知道一定是祭司台的。那这里原文并没有讲是祭司台，但是我们知道是祭司。但原文咧，佢系 day， 原文是 day， 系冇话讲边个人嘅，是没有讲是谁的，就系一个嘅动词就系 carried， 就是一个动词就是 carry，就系附带指出咧系一
係他們，然後附帶指出他們，所以係應該咧就係全民啦，就是全民，所有人啦，所有的人都睇住啦，都看著，所有人咧都係知道都決定咧要咁樣做，就是所有人都決定都知道要這樣做，因為係大衛 gather 曬召聚曬所有全以色列嘅人，因為當嚟到耶路撒冷啊。当大卫召聚所有以色列民来到耶路撒冷，然之后就问佢哋：我哋要揾约柜嚟。然后就跟他们说：我们要找约柜。于是大家就一起去啦。所以大家就一起去。现在咧，大家咧就将呢个约柜咧，就系抬入去到大卫嘅会幕入边。现在大家就大卫嘅帐幕入边，将这个约柜呢抬入大卫的帐幕里，就放喺 center 中心点，放在了中心点。然之后就喺神面前，神面前咧就系神嘅面啊。神面前就是神的面。Before the face 啊，就在神的面前。神嘅面喺神嘅同在嗰度咧，就献燔祭同埋平安祭。在神的同在里面来献燔祭，还有平安祭。表示我哋完全摆上。表示我们完全的摆上。完全奉献。完全的奉献。我哋唔为自己保留乜嘢。我们不是自己保留些什么。并且咧，平安嘅我哋系甘心。而且是平安的，我们是甘心的。我哋系甘心嘅，完全嘅摆上。我们甘心的，完全的摆上。嗱，呢度其实好有意思。这里很有意思。你睇耶路撒冷咧，整个系南北以色列嘅迦南地嘅中心点。你看见耶路撒冷是南北以色列的中心点，亦都系。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佢系一个中心点，它是一个中心点。而家大卫咧召聚晒全国所有嘅人咧，而现在大卫召聚全国所有的人，甚至系从西格河去到哈马口，甚至从西格河到做到西马西嗯西啊。哈马口，唔单单系从别士巴到但，不单是别士巴到但，甚至系更远嘅，甚至是更远的，所有嘅人都招聚嚟，所有的人都招聚了来。呢度系表达咩嘢咧？这里表达了些什么？全国所有嘅人，就是全国所有的人，现在都嚟到耶路撒冷，现在都来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系嗰个中心点啦。耶路撒冷就是那个中心点。然之后喺耶路撒冷入边有大卫嘅会幕帐幕。耶路撒冷里面有大卫的会幕帐幕。众人睇住。众人都看着。众人喺嗰度敬拜。众人都在那里来敬拜。然之后将约柜咧，祭司就抬入去。然后将约柜，祭司就这样子抬了进去。抬入去。抬进去。放喺。大卫帐幕的中心点，放在大卫帐幕的中心点，是全国的中心点，是全国的中心点，所有百姓的中心点，所有百姓的中心点，所有百姓都睇住，所有的百姓都看着，然之后所有百姓一同献祭，然后所有的百姓一同献祭，献燔祭俾神，献燔祭给神，我哋唔为自己保留乜嘢，我们不是自己保留些什么，我哋完全献上，我们完全的献上，我哋系属于你。我们是属于你，再献上平安祭，再献上平安祭，就是甘心祭，就是甘心祭。我们甘心乐意全部献上自己，我们甘心乐意全部的献上自己，以你为我们的中心，以你为我们的中心，神的同在在这里，神的同在在这里，你是我们的中心，你是我们的中心。大家献完了，大家献完了，大卫就献祭了，大卫就献祭，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献完了燔祭还有平安祭，大卫也都要献上，大卫也要献上。我相信大卫的一生都是这样献上，我相信大卫的一生都是这样子来献上，完全献上，完全的献上，甘心乐意，甘心乐意。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我们完全献上，我们完全的献上，永不收回，永不收回，完全烧晒给神，
完全烧光了给神，唔为自己留下乜嘢，不为自己留下些什么。特别系我哋同工，特别是我们同工，特别系我同师母，特别是我还有师母。喺但系呢度咧，众人献啦，大卫又献。在这里呢，众人献完，大卫又献。我相信大卫献嘅好丰富，我相信大卫献的很丰富，完全摆上，甘心乐意，完全的摆上，甘心乐意。他去献上自己，他去献上他自己，以神为我们的中心，以神为我们的中心，神的同在是我们的中心，神的同在是我们的中心。他献完了，他献完了，平安就临到，平安就临到，祝福就临到，祝福就临到。大卫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大卫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俾好所有嘅百姓去祝福啊！给所有的百姓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啊，一个葡萄饼，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我哋嘅特种部队啊，最开心啊，有一块肉。我们特种部队最开心就是有一块肉，每个人有一块肉哦。每人有一块肉，我就好希望佢写系几多斤啊，系咪？不过佢又冇写。我很希望他写多少斤，但他没有写。但系献祭，但是献祭平安祭嘅肉，平安祭平安祭，而且全国咧，无论男女，每人一块，并且是全国无论男女，每人一块。Every mouth， 就是每一个 mouth， 每一个人啦。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都有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咁佢嘅饼咧唔系饼仔嘅，他的饼不是一个小饼干，系大饼，是一个大饼。一块肉啊，然后有一块肉，系一块大肉啊，是一块很大的肉。哇！呢个献祭系好大嘅。这个献祭很大，这个的祝福给每一个人呢，真的很重手的。这个祝福给每一个人真的是很有重量，每个人呢都是得平安，每个人都是得平安得祝福，还有每个人呢，而且每一个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要表达什么呢？要表达些什么？我哋唔单单系以神为我哋嘅中心，以神嘅同在系我哋嘅中心。我们不单只以神，以神的同在为我们的中心。我哋以神为我哋嘅中心咧，我哋欢乐啊！我们以神为我们的中心，我们欢乐。我哋开心啊！我们开心。同埋咧，我哋有份啊！而且是我们有份。我哋一齐吃啊！我们一起吃。我哋系有份嘅。我们是有份的。每一个百姓无论男女都有份，以神为佢嘅中心。每个百姓不论男女都有份，而且以神为他们的中心，咁就有祝福噶啦。这样子就有祝福就嚟啦，祝福就来了。弟兄姊妹睇到呢度，我哋已经好好感恩。弟兄姐妹看到这里，我们已经很感恩。原来当我哋以神为我哋嘅中心，我哋嚟服侍神嘅同在嘅时候，祝福就喺度噶啦。原来当我们以神为我们的中心来服侍神的时候，祝福就临到的。当然我哋话神系我哋嘅中心。当我们说神是我们的中心，每一个基督徒都觉得系嘅，系咪啊？每一个基督徒都觉得是的。你唔会觉得唔系啦？你不会觉得不是的？特别我哋听神道嘅，特别我们有听陈道的，我哋都觉得系嘅。我们都觉得是。但系圣灵话俾我哋听，但圣灵告诉我们，唔系你谂话啊系就系，不是你心里想是就是，你个心真系要咁谂，你的心真的要这样想，你真系要有行动，你真的要有行动。你真的要献上自己，你真的要献上自己，毫不保留，毫不保留，是完全，而且是完全，是甘心乐意，是甘心乐意的，并且 participate 的，而且是有份参与，有份参与的，这样才是，这样子才是，祝福就在这儿了，祝福就在这儿。当我们已放了神是我们的中心了，当我们放神，以神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教会的中心，我们教会的中心。想到这里我就很开心，想到这里我就很开心。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荃湾呢？为什么我会来到荃湾呢？2003年，2007年，是2007年，
點解咧？為什麼呢？二零零三係我哋係有嗰個北角碼頭啦。我們二零零三，我哋開始就有就係 Jesus 一百。有北角碼頭有 Jesus 一百。去到二零零七年啦。到二零零七年。新渡輪我哋當時嘅業主咧，叫我哋要搬去，因為政府俾電話佢哋。那新渡輪他說叫我們要搬，因為政府呢給他們打電話。話碼頭咧係公眾地方，唔可以做教會。說碼頭是公眾地方，不可以做教會。我相信你係受到某啲壓力，所以叫我哋走。我相信他們是受到某些壓力，所以要我們走。咁神就帶咗我哋嚟荃灣呢度。然後神就帶我們來到荃灣這裡。係神要我哋嚟嘅。是神要我們來的。好似約櫃咧，真係有腳行咁嘅。好像約櫃，好像有腳可以走。點解咧？為什麼呢？咁我啊，你俾啲文件我睇啦。佢話冇啊，呢啲唔可以俾你嘅。我就跟他說：你給我一些文件看啊。他說：不行，這些不能給你的。總之你三個月就搬啦。總之你三個月內要搬。啊，咁我哋就哇三個月，我就去禱告啦。那三個月我就禱告。啊，神就帶咗我哋嚟荃灣。神就帶我們來到荃灣。神話俾我聽。神告訴我。我用三日嘅禁食禱告尋求。我用三天的禁食祷告来寻求。神啊，教会要去边？神啊，教会要去哪？神，你带我哋去边？神，你带我们去哪儿？神就同我讲。神就跟我说。荃湾系香港嘅中心点。荃湾是香港的中心点。你要建立嘅教会系中央型教会。你要建立的教会是中央型的教会。我带你去中心点。我带你去中心点。咁。是咩？荃灣是中心點？冇諗過喎。荃灣是中心點嗎？沒有想過。於是我即刻揾個死，即係香港地圖嚟睇下。所以我馬上拿一個香港地圖來看一看。哦，真係中心點嚟嘅喎。真的是中心點。咁我就知道神係帶我哋嚟呢度。那我就知道神帶我們來這裡。但係我當我哋決定啦。當我們決定了。開始喺度買呢個地方。開始要買這個地方。都後尾咧。過了兩個月，新渡輪咧就同我哋講。那過了兩個月，新渡輪就跟我們說：張牧師，你哋唔好搬啦！張牧師，你們不要搬。我哋而家 OK 噶啦，搞掂噶啦。我們現在已經 OK 了，你哋唔使搬噶啦。你們不用搬了。我就話俾佢知，我哋已經買咗第二度噶啦喎。我就跟他說，我們已經買了另外一個地方。咁佢話：哦，你哋買咗第二度啊？你哋都留一班人喺翻北角碼頭啦，咁。哦，你們買了繼續租俾你哋啊？那你們也留一下一些人留在這裡，我們繼續租給你。當時我都諗過嘅。當時我有想過。不過當時我又覺得我哋跨越維海過紅海，梗係全部人啦，冇理由留低一班人喺埃及噶嘛，係咪？我說當時跨越維港，沒有理由留下一些人留在埃及啊。所以我哋唔留啦。所以我們就不留了。我哋感謝神啦。我們感謝神。我哋大家就搬咗嚟啦。我們大家就搬了來。然之後全民浩浩蕩蕩咁樣遊行，咁樣從荃灣碼頭行到嚟富麗呢一度。那我們就全民浩浩蕩蕩遊行來到荃灣這裡。然之後，我哋眾人就邀請神入嚟。然後我們眾人就邀請神進來。我哋大家都跪低。我們大家都跪下。然之後我就同神講。然後我就跟神說：神啊，我哋到咗啦。神啊，我們到了。就好似呢節聖經，眾人就請神去到會幕嘅中心點。就好像这一节圣经，众人就请约柜来到会幕的中心点，安放喺嗰度。当然呢个系大卫嘅帐幕啦。这是大卫的帐幕。当时神嘅同在就临到。当时神的同在就临到。全场鸦雀无声。全场是鸦雀无声。一齐感受到神嘅同在，好似一个重担咁样，一个重力咁样放喺我哋身上。我们众人都感受到神的同在，好像一个重力在我们的身上。神真系喺度，神真的在这里。我哋愿意啊，其实系神嘅主动，我哋亦都主动。其实神的主动，而我们也主动。我哋就祝福啊，我们就祝福。我哋喺呢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从一千人又开始起跳，从一千人开始起跳。而荃灣亦都係從最窮嘅地方咧，而家開始起跳去到全香港第五有錢啦，有錢區。
荃灣也從最窮的地方到現在是全香港第五有錢的地方。過去第十七個有錢區，過去是第十七個有錢區，十八區裏邊佢第十七名有錢，十八區裡面是第十七區有錢，即係收入收入最高，就是收入最高，每個家庭嘅收入，每個家庭的收入。我感謝神，我感謝神，即係祝福喺度啊，祝福在這裡。當我哋以神為我哋嘅中心，當神我们以神为我们的中心，一切咧都有神嘅祝福，一切都有神的祝福。嗱，咁神喺度啦，那神在这里，我哋要点咧？我们要怎么样呢？呢度就系我哋去到 B 啊，我要快啊，不过第一段系好重要啊。我们来到 B， 但是我们要快一点，第一段很重要。B 系啊，利未人喺耶路撒冷服侍，利未人在耶路撒冷服侍，就系第四节到第七节，就是第四到第七节。大卫就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跪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跪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啊，嗰度系侍奉啦，颂扬啦，称谢赞美。这里是侍奉颂扬称谢赞美。呢度咧就有一班嘅人又喺神面前侍奉啊，又吹号又歌唱又称谢啦。这里就有一般人在神面前侍奉，又吹号侍奉称谢。然之后我哋去到第三段啦，即系 C 啦。然后来到第三段 C， 就系第八节至到三十六节啦。第八到第三十六节就系耶和华神是王啊。就是耶和华神是王。佢嘅中心点就系神系我哋嘅王，神系信实嘅。他的中心点就是神是我们的王，神是信实的。成首咧系一个嘅诗歌嚟嘅，诗篇嚟嘅。整首是一个诗篇。然后分三个段落，每个开始咧都系你哋要称谢耶和华，你会求告佢，赞美佢嘅名。每一个开头都是我们要称谢耶和华，我们要求告他的名，要赞美他。第一小段咧系八到二十二节啦。第一小段是八到二十二节。呢度系讲神应许成就啊。这里是讲神应许成就。呢度咧第九节啦，第十节啦。这里第十节。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呢度寻求喺中文版咧系出现三次，其实呢系两个字嚟嘅。那寻求在这里中文版出现三次，但其实原文是两个字。就系要 search out， 要揾神啊。就是要找神。啊，其中一个字咧就系要跟随神啊。其中一个字是要跟随神。要踏步啊。要踏步咁样跟住佢，踏步这样子呢度系寻求神，这里是寻求神，就系我哋有神嘅同在啦。就是我们有神的同在，我哋要寻求佢啊。我们要寻求他。而呢个诗篇嘅一开始咧，呢首诗嘅开始咧，就系我哋要寻求佢。那这个诗篇的要颂扬佢，就是我们要寻求他，要颂扬他，要纪念佢嘅奇妙嘅作为，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特别咧第十八节啦，特别第十八节，他说咧：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们作产业的份。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就是迦南地要属于他们的，就是迦南地要属于他们的，他们要住在迦南地的，他们要住在迦南地。他们现在呢，他们又经过秘掳然后归回，真是迦南地是他们的产业。现在他们经过秘掳然后归回，原来迦南地真的是他们的产业。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神要跟他们回顾回的历史，他是他们回顾这个历史。他说当时你人丁有限，数目稀少。他说：“当时你们人丁有限，数目并且是寄居的，并且是寄居的。他们从这个邦游到那邦，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从这国行到那国。其实是讲紧他们，其实讲他们，不单是之前，甚至立国又被掳之后，他们都是这样。不但是之前到立国到被掳之后，他们都是这样子。但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但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高的，说不可难为我受高的，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哇，原来咧，神系纪念佢哋，神看顾佢哋，神嘅信实系守住佢嘅约。
神纪念他们，神看过他们，神的信实是守住与他们的立的约。然之后我哋就嚟到呢一首诗歌嘅中心点啦，廿三至到三十三节。我们来到这首诗歌的中心点，就是二十三到三十三节。神喺全地入边作王，神在全地里面作王。呢首诗嘅开始咧，又系话啊呢一个段落开始啊，你哋要歌唱，要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要述说佢嘅荣耀。这一段的开始就是你们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述说他的荣耀。要将荣耀归俾佢，归俾佢。要将荣耀归给他，归给他。特别去到第三十一节啦，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特别是三十一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喺呢度，弟兄姊妹，你睇下神啊，真系。好犀利，我只可以咁讲。我们弟兄姐妹看这里呢，耶和华真的很厉害。神感动大卫咧喺耶路撒冷，其实耶路撒冷呢个地方系神拣选。神感动大卫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神所。然之后喺呢个地方咧建立咗大卫帐幕。然后在这里建立了大卫的帐幕。将约柜咧放喺呢一个全个以色列嘅中心点啦，系咪？约柜放在这个全个以色列的中心点。佢系以色列嘅王。他是以色列的王。继续咧，呢度有讲，我哋要赞美佢。这里又说我们要赞美他。点解咧？为什么？神喺列国入面作王。神在列国里面作王。喺全地入边作王。在全地里面作王。你再睇翻。你再回看整个嘅地图，整个地图，世界地嘅中心点喺边度？世界地的中心点在哪儿？真系耶路撒冷，真的是耶路撒冷，系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神唔单止做以色列嘅王，神不单止做以色列的王，佢系全地嘅王，他是全地的王。哇！你话神嘅智慧。神的创造，神的创造，神远古创造的心意，神远古创造的心意，神有他的plan，神有他的计划。阿门，阿门。而我们今天，而我们今天在这个年代，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年代，在这个地方，我们去认识这一位神，我们认识这位神，我们去侍奉这一位神，我们去侍奉这位神，我们一定是得着平安，我们一定是得着平安的。神的心意一定会透过我们去成就，神的心意一定会透过我们，并且他来是要审判全地，并且他来要审判全地。审判这个字就是 verdict， 就是他判语，他的判断，神审判就是他的判语，他的 judge， 他的 judge 就是他决定的，他所说的就要成就，就是他决定他所说的就要成就，并且所说的是最好的，最公平，最公义，而且他所讲的就是最公平最公义的。我们去到第三个小点，我们来到第三个小点，诗的第三个小点，三十四到三十六节就求神拯救，三十四到三十六节求神拯救。他们现在被掳归回，但情况仍然危急，仍然是有艰难的，他们在这里求神去拯救。他们被掳归回，但他们的情况仍然危急，他们求神拯救。神是我们的中心点，神是我们的中心点，我们去歌颂他，我们赞美他，就是这整篇的这整首的诗歌。我们要歌颂他，要赞美他，就是这整首的诗歌，就是第八节到三十六节，就是八到三十六节。好啦，我哋再睇咧，就系 B 派啦。我们再来三十七到四十二节啦。B 派就三十七，三十七到三十四十二到四十二节。就系喺利未人咧喺耶路撒冷同埋基遍嘅服侍。利未人在耶路撒冷还有基遍的服侍。对应翻前面 B 咧，就系利未人喺耶路撒冷嘅服侍。对应前面的 B 呢，就是一位人在耶路撒冷的服侍，三十七到四十二节啦。三十七到四十二节。三十七、三十八咧系讲耶路撒冷嘅服侍。三十七、三十八是讲耶路撒冷的服侍。大卫派约撒同佢弟兄等等喺柜前咧去侍奉佢啦。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侍奉。然之后第三十九咧，然后且派祭司撒督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在基遍的丘坛耶和华的会幕前献燔祭，献燔祭。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的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的燔祭。
且派祭司撒都和他弟兄众祭司在基遍的丘坛和耶和华的帐幕前祭坛，凡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在历代志的记载，原来呢，现在耶和华的会幕，耶和华的帐幕 tabernacle 就在基遍这个地方。原来在历代之上这边记载，耶和华的帐幕就是会幕，在基遍这个地方。经过好多年了，又从示罗好像搬到基遍。这经过很多年，好像从示罗搬到基遍。所以大卫呢，他除了在大卫帐幕那个地方呢，是敬拜了，侍奉了，派祭司去侍奉，派利未人侍奉。大卫除了在他的帐幕那边，派利未人在那边侍奉。在基遍这个地方呢，在基遍有耶和华的会幕。有耶和华的，有摩西所吩咐的，有摩西所吩咐的，亦都要派祭司，特别是撒督咧，同埋佢弟兄喺嗰度守住呢个会幕。也要派祭司，特别是撒督，还有他弟兄在这里守住耶和华的会幕。呢个会幕就系预表紧神嘅救恩，预表神的救恩，同埋预表紧众百姓以呢个会幕为中心。还有预表众百姓以这个会幕为中心，因为当我们看会幕的建造的时候，其实会幕的围板各样，它是显示出它不单单是一个物质在那里，它是有属灵意义的。当我们看见会幕的建造那些围板的时候，就 不单只是它是一个物件，它也有属灵的意思在当中。所有的围板呢，是表示所有的百姓呢，是围住会幕的中心，以会幕的中心点。所有的围板代表的会众呢，围着以会幕为中心，是有这样的属灵意义在当中，是有这样子的属灵意义在当中。所以摩西亦都是有吩咐要怎样在这里服侍神。那摩西也有吩咐要怎么样来在这里服侍神。所以这一段呢，就是B 派就是说在耶路撒冷，在基遍呢，都有祭司利未人在这侍奉神，并且按照着摩西所规定。所以 B 派呢，就讲在耶路撒冷还有在基遍都要有利未人在这边服侍神，是照着摩西所吩咐的。神作王，在全地作王，在以色列作王。神作王，在以色列作王，在全地作王。我们要侍奉他，我们要侍奉他。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侍奉神是一个祝福。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侍奉神是一个祝福。而我们侍奉神呢，也都可以带下祝福。而我们侍奉神也可以带下祝福。这里就带到第43节最后了。这里就带到第43节最后。于是众民各归各家，大卫也回去为家眷祝福。于是众民各归各家，大卫也回去为家眷祝福。各归各家，各归各家，各人有自己的家，个人有自己的家，各人在自己的地方安居，个人在自己的地方安居，各人翻翻神为他所预备的地方，个人回到神为他所预备的地方。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祝福。而大卫也都翻翻去呢，为他的家人去祝福。而大卫也回去为他的家人来祝福。从王去到百姓，从王到百姓，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是蒙福的，都是蒙福的。这个诗篇，这个诗篇，这个第十六章，第十六章，历代至上第十六章，历代至上第十六章，就话俾我哋听，就告诉我们，让神咧成为我哋嘅中心点，让神成为我们的中心点，我哋就蒙福噶啦，我们就蒙福了，我哋就可以侍奉噶啦，我们就可以侍奉，我哋嘅侍奉亦都要天天嘅歌唱，我们的侍奉也要天天敬拜佢，以神为我哋嘅中心，敬拜他以神为我们的中心。我哋唔单止有我哋现在嘅大卫嘅服侍，即系譬如我哋今日2024年有611嘅服侍，不单只是大卫，就像我们现在2024年611的服侍，我哋亦都照住摩西嘅话，我哋同样嘅去服侍，我们也照着摩西的话，我们同样去服侍。我哋嘅服侍系更新，我们的服侍是更新。我们的服侍就是可以带来祝福的，我们的服侍是可以带来祝福的，以神为我们的中心，而以神为我们的中心，而这个表达出来就是我们侍奉他，表达出来就是我们侍奉他，我们赞美他，我们赞美他，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王，我们听他，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他。求主祝福我们，求主祝福我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隔篱左右讲，神是我们的中心啊！主，我们敬拜你，有尊荣和威严在你面前。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主，我们敬拜你，有能力和华美在你圣所。当以
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你，主我们敬拜你，有尊荣和威严在你面前。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主我们敬拜你，有能力和华美在你圣所。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你，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有都快乐。敬拜你，有尊荣和威严在你面前。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主我们敬拜你，有能力和华美在你圣所。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你，愿天欢喜，所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有都快乐，愿海和其中所有都快乐，愿海和其中所有都快乐。主要当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单单归向你，让我们的歌颂，让我们的赞美都达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我们在这里献上感恩，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我们一起讲阿们。我们给掌声我们的神。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拣选我们。主，这里是你同在的地方。主，在2007年9月9日，我们搭着三艘船来到这个中央点。主，多谢你为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预备富丽，在这里我们经历你大大的恩典。主，今天你的同在都要临到我们的中间。我邀请我们的族长、我们的同工、小组长、弟兄姊妹，我邀请你们现在离开你的座位，去到我们的约柜的后面。首先请我们的族长、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跟着在后面。我们在灵里面，我们要做一个先知性的行动。我们的同工族长会将约柜迎入来，当约柜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跪在神的面前，将自己献上。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代表我们心中有神。主，我们多谢你。
哋带住感恩嘅心、敬畏嘅心，我哋跟住约柜，跟住神嘅同在。我哋一起进入神嘅圣殿，全地当在他面前欢呼。哈利路亚，耶和华作王，全地当在他面前欢呼。邀请牧师等阵间会带领我哋再一次将自己献上，一次献上，永不收回。主，我哋带住敬畏嘅心跪喺你嘅面前。弟兄姊妹，你可以在座位上面其他的地方都可以跪下，让我们一起去经营神的同在，迎接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神在我们中间。请大家跟着我祈祷。请大家跟着我祷告。天父爸爸，天父爸爸，多谢你拣选我哋，谢谢你拣选我哋，俾我哋每一个人满有恩典，给我们每一个人满有恩典，可以嚟寻求你，可以来寻求你，以你为我哋生命嘅中心。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为我们屋企的中心，为我们家的中心，教会的中心，教会的中心，整个香港的中心，整个香港的中心，又以你为全地的中心，又以你为我们全地的中心。多谢你的信实与慈爱，谢谢你的信实和慈爱，不断拖带我们，不断的拖带我们，从我们出生，从我们出生，直到今日，直到今日，你都拖带，你都拖带我们，更加感谢你，我们更加感谢你。从你创造天地以来，从你创造天地以来，你有救赎的计划，你有救赎的计划，你又要住在我们中间，临在我们中间，临到我们中间的心意，你又临住在我们中间，有临到我们中间的心意。今天我们跪在你的面前，今天我们跪在你的面前，
以你为我们的中心，以你为我们的中心。父神啊，父神啊，求你住在我们教会中，求你住在我们教会里，住在我们心中，住在我们心中，住在我们的家中，住在我们的家中，住在全地的中心，住在全地的中心，住在香港的中心，住在香港的中心。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我们歌颂你，我们歌颂你，我们要将这个地方预备好，我们要将这个地方预备好，让你来居住，让你来居住。我们全然的献上自己，我们全然的献上自己，不再收回，不再收回，并且甘心的摆上，并且是甘心的摆上。我们要同你连结，我们要与你连结，同你有份，与你有份。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一切的决定，我们一切的决定，都是以你为我们的中心，都是以你为我们的中心。主啊，兴起我们，主啊，兴起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祭司利未人来服侍你，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祭司利未人来服侍你。主啊，兴起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主啊，兴起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在你要我们所在的地方来侍奉你，要我们所在的地方来侍奉，无论是做哪一个行业，不论是做哪一个行业，是从政的，是从政的，从商的，从商的，从工的，从工的，服务业的，服务业的，我们都摆上自己，我们都摆上自己，在那里来荣耀你的名，在那里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主啊，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你住在我们里面，你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你充满我们，你充满我们，充满万有的神，充满万有的神，你充满我们，你充满我们，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祝福我们每一日，祝福我们每一天，祝福我们每一步，祝福我们每一步，带领我们的道路，带领我们的道路。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让我们无论遇见什么事情，让我们不论遇见什么事情，我们的心中永远有神，我们的心中永远有神，我们的心是你的居所，是你的居所。我们献上自己，我们献上自己，求你祝福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施恩给我们，施恩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请大家继续坐下，我请牧师可以来祝福我们的族长，请族长你走上前。族长祝福了之后，请你祝福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同工再去祝福弟兄姐妹，就祝福我们心中有神，遇到任何艰难，神与你同在。我请我们的族长上到台前，被我们的牧师祝福，我们再去祝福我们的同工，从同工就去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层一层的去领受，然后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接受祝福的，请你举起你的手，让我们的族长见到。
奉公你接受了祝福之后，你就可以去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扶他们起身，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如果你都未领受祝福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让我们的同工可以看见，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去为你祝福。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众人，我们众人将神的同在，将神的同在安放在我们的心中，安放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教会中间，在我们的教会中间，在香港的中心点，在香港的中心点，也都在全地的中心点，也在全地的中心点，全地要以耶和华为王，全地要以耶和华为王，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唯独耶和华创造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尊严和威荣在他的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有能力和威严在他圣所，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所有服侍神的弟兄姐妹，所有服侍神的弟兄姐妹，祭司利未人，祭司利未人，你来到神的圣所，你来到神的圣所，来到神同在的地方，来到神同在的地方，有喜乐，有喜乐，有能力，有能力，神的威严、能力、喜乐都要充满你，神的能力、威严、喜乐都要充满你。神说，孩子，我得着尊严、尊荣，孩子，我得着尊荣，你亦都要起来荣耀我，你也要起来荣耀我，我亦都要将我的荣耀放在你的身上，我要将我的荣耀放在你的身上，我的能力、我的能力、喜乐、喜乐，你要得着，你要得着。民族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民众的万族啊，你要将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奉耶稣的名宣告，奉耶稣的名宣告，孩子，你有这个能力，孩子，你有这个能力，将荣耀归给神，将荣耀归给神。
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来侍奉神，来侍奉神，来奉献给神，来奉献给神。神祝福你的一切，神祝福你的一切，神祝福你的敬拜，神祝福你的敬拜。当你以神为你的中心，当你以神为你的中心，祝福就紧紧的追随着你，祝福就紧紧的追随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奉耶稣的名宣告，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作王，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作王，亦都在全地作王，也在全地作王，全地都要起来欢乐，全地都要起来欢乐。奉耶稣的名祝福，奉耶稣的名祝福。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多谢主祝福大家，谢谢主祝福大家。